来自台湾、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共125位小小篮球员成群结队，开心踏进球场，欢乐的气氛为国际少年篮球交流赛揭开序幕。秉持着向下扎根的理念，希望借由这项赛事发掘新生代篮球好手，同时做好国民外交。小朋友不要用国界来分你我啦，就大家融合在一起，反正大家都是小朋友嘛，没有什么好讲那些啦。因为打球的时候就进投篮得分的时候就很有快感，很有成就感，可以跟其他国家的人交流，然后也可以跟他们分享打篮球的时候的喜悦，感觉很好。在中华民国少年篮球发展协会以及各界力挺之下，首届交流赛终于成型。四个国家男女共8支球队在场上开心运球投篮，无关胜败，享受最纯真的篮球梦。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